我喜欢姜饼人王国是因为在这里，所有饼干都会有自己的风格。有的饼干喜欢在工作中表现出勤奋的样子，而有些饼干只是用他自己最舒服的样子来工作，但是他们也会好好的完成工作，所以有时候我会给他们散散步，或者坐热气球出去放松。但也有可能他们只是懒惰，毕竟在竞技场表现那么出色，回家了还要被当成劳工使唤。谢谢你的观看。